电视剧《誓言今生》马上播出，之后电视剧《感动生命》感动接待。电视剧之后，请您收看晚间新闻。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能改变别人的生命轨迹，却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的方向。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你接近我儿子。当骄傲与焦虑相随，要是当不了医生，还不如要了我的命。当困惑与诱惑同行，你不能去救副站员。该如何用行动标注人生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感动生命》即将真情献映。我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忍受假妻子任性，我有不好的预感。你应该去算命。放肆！目睹真爱人受刑，这是科长的意思。我小子扛不过今天晚上。随时面临致命的险情，你可以崩溃投降，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悬崖》。针锋相对的斗争已然平息，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八路方面已经盯上了你。啊！别跑！就让孙世安帮咱们背这个黑锅吧。你要还是执迷不悟，我一定会奉陪到底。他们该如何应对？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晚八点档《誓言今生》大结局惊险落幕。人们常说国法无情，天平的一边承载的是无私公正，一边维系着道德人心。法律赋予了他们执掌公正的权利，在庄严的国徽下，他们践行着自己的职责。辛劳和付出的背后是维护法律公正尊严的誓词。在辽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副检察长肖斌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因为六年前的一场重病，他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甚至无法拿起一支笔。很多人说肖斌的职业生涯将就此结束，可肖斌却硬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在岗位的方寸间蹒跚前行。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不能让同志们因为说我因为我身体而工作没做好，绝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肖斌一整天很少喝水，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他每日坚持康复训练。他说，在病痛面前，应该更坚强地活着，让生活的每一天更有价值。在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回族法官龙进品同样用努力体现着自己的价值。少数民族的村寨多数都建在山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租赁住房建设试点的，要按照严格审批、局部试点、封闭运行、风险可控的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试点方案，并报国土资源部审核批准后，可以开展试点工作。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资进行非农业建设所使用的土地，包括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农村居民住宅用地。继续展望2012系列报道，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来自中央的投资更是撬动各类资金的指挥棒，也是中央政府表达宏观调控意愿的重要手段之一。今年呢，中央投资的总盘子比2011年又有增长，并且主要投向了和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的民生领域。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量为4026亿元，比2011年3826亿增长了5.2%。这4026亿元里边，超过2/3的投资都用于了民生方面，这个比例也是历年来最高的一年。保民生是用好中央投资的重中之重。
保障房、三农、医疗卫生、教育、水利以及新疆、西藏等地区都是中央投资的主要领域和地区。那么这些都是应该说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的发展啊，这个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投资项目。那么把握好这个投资导向非常重要，更多的中央的这个投资是要带动民间投资来进行配套。通过中央的这个投资的引导，对于优化我国整个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应该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今年国家将继续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与房地产及其相关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增速会下降，节能环保、农林水利等民生方面的投资增速会上升。此外，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细则即将推出，民间资本可以得到更广泛的投资空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健康计划今天正式全面启动。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中央财政将每年拨款160亿元，首先在全国680个贫困县进行试点，涉及这些地区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大约2600万名在校学生，占中西部农村学生的近30%。为改善农村中小学生的就餐条件，今年中央财政已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专门安排了10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学校的食堂建设。国家试点地区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3元钱，按照学生全年在校时间200天计算，每学年每人共600元。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来看国际方面，在经过12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商谈后，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元区17国财长会议，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就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达成协议。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本台驻布鲁塞尔记者王玉国。你好，玉国。你好，主持人。那么现在会议的最新的情况，透露出最新的信息是什么呢？那么会议呢，应该是在1个小时之前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正在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欧元区主席容克和欧盟的负责货币与经济事务的委员啊奥利雷恩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从这个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是呢，这次财长会议呢，那么在这个希腊承诺实行紧缩啊方案之后呢，那么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尤其是在这个私人部门那么同意减记的情况下，那么达成最终呢达成了这个协议。应该说呢，这个协议呢也是妥协的产物，因为从这里边呢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欧洲的央行那么他也同意减少希腊400亿债务的利息。另外呢，关于这个希腊在2020年减记的那个减少债务的这个比例呢，占 GDP 的比例呢，也从原来预定的120%提高到了120.5%。也就是说呢，在希腊实施了紧缩，那么比较严苛的紧缩的这个方案之后呢，那么欧盟方面或者是欧元区方面呢，包括欧洲央行各方面呢，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松动。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协议呢在妥协之后呢，应该说呢也有利于希腊国内的稳定，特别是让希腊国内的工会组织能够接受这个方案。主持人，好的。感谢玉国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8点啊，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也门即将进行大选投票，预计投票时间将会持续大约10个小时。20号在选举前，也门民众举行了相关的庆祝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大选唯一候选人哈迪的支持。同时，大选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也门全国5620个投票中心都已经基本完成了筹备工作，正在等待选民的到来。然而，在20号，也门南部城市亚丁的2处投票中心呢，再次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针对这些影响大选安全的事件，也门最高选举和公投委员会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中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好，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也门这位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阿卜杜勒·拉布·曼苏尔·哈迪。哈迪1945年5月出生于也门南部阿比扬省扎金村，他出身职业军人，曾在英国、埃及和苏联接受军事训练。哈迪和萨利克的关系非常好，从最初南北战争统一也门到统一后参与也门的建设工作，哈迪都给了萨利克许多帮助。而提名哈迪为总统候选人也是萨利克先提出来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萨利赫当时初步平定南方，需要向南方展现和解姿态。哈迪来自南方，忠诚却弱势，成为萨利赫副手的不二人选。
在总统萨利赫移交国家权力后，哈迪获得原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和反对党的支持，成为两党共同且唯一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但哈迪至今并未过多地提及其赴任后的施政计划。有分析认为，国土资源部今天明确表示，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清理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一律不得确权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将联合有关部门，就是选择部分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稳妥有序地来启动的试点工作，为启动全面清理工作做好政策和制度的储备。而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房，国土部今年将在已经确定的北京、上海试点基础上，在商品住房价格较高、建设用地紧缺的直辖市和少数省会城市，确实需要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试点的地区开展试点，但要严格遵循审批程序。今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总量原则上将不低于过去五年年均的实际供应量，其中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将不低于总量的70%。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在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央企业该如何应对呢？本台记者今天专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从去年下半年起，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开始不断下降，保增长成为今年央企的首要任务。今后一段时间呢，我们国家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不会很好，尤其是国际市场，那么有可能出现萎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稳中求进，关键是要提升我们的产业层次。我们要求中央企业要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上要下很大的功夫。邵宁指出，围绕这一工作核心，今年国资委将重点推动中央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尤其是控制好成本和风险，严把投资方向，把不属于企业主业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项目坚决停建缓建。今年呢，还要做这个开始这个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这样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第一项就是对标，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央企业呢，要选择一个国际上同行业的先进企业进行剖析性的对比，同时呢，能够关键是市场方向在取得新的突破。同时，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国资委今年还将采取多项措施，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重组，进一步完善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和财税政策支持。20年前，中核集团主导设计建造的我国首座核电站在浙江秦山诞生。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核电技术正在从第二代向第四代跨越。这些突破的背后，是中核集团始终坚持的自主创新。在我身后的就是我国首座实验快堆的反应堆厂房，在2011年的7月21号已经成功并网发电。虽然它的发电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迈出了我国四代快堆技术的关键一步。这个关键一步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快堆啊，实际上现在是第四代的，它有更好的安全性。今天的进步源于多年的积累，我国的快堆研究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所有一切都得从零起步。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中核集团不仅掌握了实验快堆的一系列关键技术，而且创造了多个世界首次。反应堆通过遥控就可以自动换料，主控和监控室完全是纯数字化设计。通过自主创新，能够使我们站在整个核能发展的前端，只有这样子才能，我们不会在核能的技术应用上，我们才能够不知受制于人。正是因为在技术上始终在赶超，中核集团相继建设了秦山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三门核电站、福清核电站、海南核电站，占到了我国核电规模的40%。正在自主研发的模块式小型堆和人造太阳聚变堆的研究，也让中核人在世界核能领域站在了最前沿。成都军区昆明民族干部学院高级讲师胡燕从事援藏教育18年，她被藏族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胡妈妈。Happy birthday to you， 老师，我的英语说得不错吧？这都是归功于你。衷心的祝愿老师你生日快乐。老师我爱你。祝福老师永远健康美丽。
这是前不久藏族学生为胡燕制作的一段录像片，也是让他引以自豪的生日礼物。他们送给我的这份 DV， 开头的画面是一棵大树，因为在我日常对他们的教育当中，都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去给他们身边的人提供绿荫和依靠，让他们懂得关心关爱他人，进而懂得知胆情报胆恩的道理。刚入学时，孩子们基础差，对学好英语存在畏难情绪。胡燕发现，把英语学习同熟悉的生活联系起来会引发兴趣。他让学生用英语在日记中表达对家人思念，用英语讲述家乡的美丽风光，帮助学生养成口语一日一练的习惯，作文能力大大提高。由他执教的藏族学生英语会考合格率从最初的1.7%上升到100%，高考英语成绩年年超过云南省平均水平。我们都喜欢上胡老师的英语课，因为他最了解我们，他随时能够把我们个人的特点和长处转化为我们学习上的动力。在胡燕看来，老师除了传授知识，更要帮学生走好人生路。去年毕业到部队任职的扎西次里，因为一次工作失误受到领导批评，一时情绪低落。胡燕知道后，多次找他谈心交流。在我眼里，这些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了这些孩子们的茁壮成长，我愿意成为他们成才路上的铺路石。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洛阳市在基层乡镇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为正在春耕备播的农民送去及时雨。山东临沂市医疗服务队深入偏远山村，开展医疗下乡服务。今年68岁的江子多村民杨石增，在家门口参加了全身10项免费体检。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拓宽工作思路，把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送到了山西大寨，让农民在家门口看到全国各地农民摄影人反映新农村建设的佳作。文化部组织多路知名艺术家小分队赴四川地震灾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地，国家艺术院团和知名艺术家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地观众带去精彩的艺术享受。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南水北调工程首块质量监管举报公告牌在河南境内双济河渡槽工地设立，群众可以通过公开的电话和电子邮箱等监督举报。公告牌将在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每隔5公里设立一处。今天，随着中国盲文图书馆中国文化资讯视障平台开通，汇集全国1233万盲人的听书工程在京启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还将10000小时的优秀节目资源捐赠给中国盲文图书馆。藏历新年前夕，在京藏族同胞、曾在西藏工作过的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藏历水龙新年。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今天在布鲁塞尔宣布，欧元区17国财长决定批准总额为1300亿欧元，约合10800多亿元人民币的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容克在欧元区财长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元区财长已经就新一轮希腊救助协议及债务减计方案达成具有深远意义的共识，目标是使希腊在2020年前将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60%降低至120.5%。另据容克介绍，债务减计方案有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启动，私人债权人将对所持约200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进行53.5%的减计，减计幅度高于欧盟首脑去年10月峰会上所提出的50%。伊朗官员20号说，如果欧盟国家继续采取敌意行为，伊朗很可能停止向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出口石油。此前一天，伊朗石油部在其网站宣布已停止向英国和法国出售石油。伊朗日均出口原油260万桶，其中约20%输往欧盟国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在日本311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发生1周年到来之际，日本政府20号邀请部分日本媒体和外国媒体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对核电站内部情况等进行现场采访。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次向媒体敞开大门。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目前核电站里每天都有3000到3500人。